时啊，圣一生菩萨又对佛来说：“世尊，你刚刚刚开始的话，初时的时候，你一时啊，这个时间啊，第一期教法嘛，你在婆罗，尼斯仙人堕处的施这个鹿林中啊，鹿林中去讲啊，讲阿那含经，阿那一讲就讲了八年，对不对？他说你那时候你就在阿那含那个什么。”入世我言中呢是讲阿含经嘛，这是印度的瓦拉纳西市那个附近，为了花去声闻乘德，你为了让声闻乘德人能修行，这个声闻乘德人以四谛相转正法轮，好来讲这个正法轮，虽然是甚为奇特，甚为稀有，一切啊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转如法轮，因为天人跟一切的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办法去转这个法轮，你就可以转法轮。为什么你转法？因为你用从疗愈去转法轮，你了解这么深的这么东西，你佛是不可思议的，虽然了解你很难的，所以你可以转这个法轮。而于彼时的时候，你转的法轮啊，有上有容，但虽然是有往上提升，哎，有很大的包容，但是你未了义，是未了义，是诸争论安住处所，因为是不是是。你讲这个就是未了义经啊，是没有了义的经啊，是不了义经啊，因为这个为了度他们要不了义经啊，要偏尽所实相嘛，可以在行来说嘛，所以呢四诸进顿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产生的产生后来的人对他有，对啊，后来的人对他产生争论啊，是不是争论啊，安住处所，对他这都产生批判，因为你为什么就讲这个时候，然后讲小乘，后来你怎么又变成讲大乘啊？这是因为，所以他这个意思说，世诸真人那时候还有很多真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世尊的，是吧？的了义，甚至了义其实，那他讲的是不了义的，所以他讲的法是依什么时候讲什么法，他五十说法的法他变来变去，所以他说最厉害的魔术师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众生的五事不具足嘛。因为你五事不具足，他不得不这样子啊。他说我因为你们不是我，我有问题啊，是你们五事不具足啊，你们的业障很重啊，又不清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不得不用这种各种法来施妙药给你们啊，大家了解吗？好，讲一下。世尊，你最初在婆罗居士国的鹿野苑中，只为那些要求放弃一切生命活动的修行人。以四种真理为中心来陈说存在的真实本性，你这批教导虽然珍贵难得，我们现存的生命世界中尚无人能像这样讲述关于存在的真理，可是你当时陈说的教法在价值上不是最高的，不是最上的啦，也不是最包容的啦，最上跟最包容再讲，我继续，在内容上不是最包含的，在说理上也不是最圆满的，是容易引起矛盾混乱和争论，对，那时候是容易引起矛盾争论，但是他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众生根基太弱。好，再讲，如来初转法轮圣教，以教相说是有次第的，圣一生在生命会上听了佛说三无自性的言教，了解了驾校的次第，所以现在将自己所了解的成佛佛陀请佛一证，先明了解出实教，圣一生教僧世尊说，在你成道未久最初说法的那时，是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说的，那时施教的物件是唯愿发具声闻乘的友情，以普及灭道的四谛相转的正妙法轮，婆罗尼斯是一大的村庄，在这村庄的近边有一些人堕处，其处有大树林，叫做施鹿林。传说过去有500仙人在空中飞行，飞到这里，忽闻地下有微妙婉转的女人歌声，心生爱染，施通堕地，所以叫做仙人堕处。传说过去有位国王，施其常为鹿群所游旅的树林给予鹿骑，鹿群有做他们游子之处，所以叫做施鹿林。正法是四谛转正法轮，就是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，转的反面是环，
如世间的车轮辗转转来，有前进意，所以转是推动如来的大法，宣扬如来的大法，使人能知道佛法，引得佛法的实义。佛一出时，转正法轮所挂的对象与圣依生的见解稍有出入。佛一身无自性，信说诸行无常的不了义教，是以无常为中心的。这不是违背那一类的有情说，而是对三乘根性说的，不过稍微偏重二乘而已。佛初时在师路临终转了四地正法轮，以四法比较，不能说不稀奇，也不能说法轮的，虽是也不能说不稀有难得。因除大觉的世尊，一切世间的诸天人等，没有那个能转如此四地正法轮的。虽是这样，但那时转的法轮还没有勤达上进，彼此好的正法还可容受其他的功难批评补足补充，补充，所以是有上有容的，在利益方面也不就近，所以又是不了义的，教不圆满，义不就近，受他功难，容他批评，自救不免要发生争论，所以是争诸论安足处所的。好，那因为他讲那个法的时候，等到更高的时候又产生矛盾了，因为他讲这个法，他在圆通法。他是圆通法，但是他讲这个法又讲到第二法的话又变成矛盾，所以这就是要对这个世尊呢要了解的话，他是一个法一个法破我们的执着心哈。世尊在第二次的时候习第二次时钟啊，你为了怎样，为了这个小乘讲完了之后，你要怎样，为了要发去移修大乘的人了，菩萨大乘的哈，你依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性而这样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。你为大乘都讲这个无生无灭自性涅槃，对不对？以隐秘相去转正法轮，虽然更为奇特，也更甚为稀有，而以彼时所转的法轮，也是有上还是有所容受的，还有更高的也未了义啊。世诸争论的也安住处所，那时候也有人对这个也产生批评，因为那时候对法里头还有一个有一个因为没有到最圆满。好，再讲一下。世尊，一小回答。第二阶段的教化生活中，只为那些以同情记住众生，希望进化成佛的修行人。你在过去的第二时中，对一般为发趣修大圣的菩萨，依一切法无自性等的性空理论，以隐秘相转般若的正法轮，虽照初时转的四谛法轮，已进一步的甚为稀奇，甚为稀有难得。但那时转的法轮，仍是尚有所容受，乃是为争论的安住所在。如天台说，但为菩萨旁挂二乘，佛第二乘在旁，在座旁听，扩充他的心胸，开阔他的眼界，慢慢引他走上菩萨的大道。好，那第二时候也讲那个菩萨道是由小而回大，但这个菩萨道有没有很圆满？没有。因为它还有大跟小的差别，还是有差别性，还有真相，哈，因为也真正到佛陀来讲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任何差别的哈，这个无差别相的，所以还没达到最高的圆满。世尊于今第三十中，你现在叫到第三十了，好，我们就讲深解密经在第三十，讲波罗时的时候，方广时，方广时跟波罗才讲这个深解密经的，最后就是讲到什么？最后一个就讲到这妙法莲华经的哈。这还有这个什么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佛说涅槃经，他是最后的，好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是第三十中，普为发具一切乘者，一切乘者是一乘的人，好，为一乘人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无自性性以闲了相转正法轮，第一甚为奇特稀有，于今世尊所转的法轮啊，无上无容是真了义，这时候就没有比他更高了，也没有比他更大吧，是真正了义了，非诸经论安住处所哈，没有办法，又有人去争论他了。好，再讲。世尊，你现今在第三时中，普为发具大小正心的一切正者，以显了相转的正教法轮，不同前二十的有上而是无上，不同前二十的有容而是无容，不
同前二十的不了义，而是最急就近的了义，因此也就是不争论安住的住所。那时候大家还了解世尊，就不争论了，小乘也不争论，大乘也不争论，原来你讲是一乘的。哦，原来是了解这个，因为这个佛心众生都三无差别。好，那他最后他讲到比较圆满哈，菩萨临解分呐，圣一生菩萨，哎呦，这是你，这是你还说的？菩萨临解分，圣一生菩萨对佛三转法门的尊少，用三自信、三不信解释，并且三时判摄，一初时转的小乘法门，佛一生无自信性，说诸行无常，偏重二乘的不了一教。二十转的大乘法文，佛一切法无自信的性空理论，隐秘相转说般若不了义教。三十转的乘法文，本自法会，佛一最急究竟的了义，说一乘法的方广真了义教。诸十转的小乘法文，二十转的大乘法文，三十转的一乘法文，三十教即显示小乘大乘一乘的差别。初时教的不了义，不但不明白，且不完全。它的作用只能令人升起无常的观念，不能令人得到极灭的解脱。所以二十教的不了义不同。初时说的诸行无常教，不一定在思路里说；二十说的诸法无我教，不一定在印度的灵鹫山说；第三十的涅槃及净教，也不一定在华藏界说。因为佛对顿根说初时的不了义教时，同样可为立根者说第二、第三的了义教；对立根说第二、第三了义教时，同样可为顿根器说初时的不了义教。理解三十教的通别，其他什么问题自然就不会发生了。好，因为佛陀慈悲哈，慢慢来。世尊，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于此如来依一切法，皆无自信。无生无灭，本来极尽自性涅槃、哦、所说甚深了义的言教，闻这个的时候呢，就信结书邪，护持供养跟留步，诵持还有受诵还有修习如理来思维，因为这是如理问嘛，所以依这个才是叫做如理。这第一个就是如理请问嘛、哦、如理请问之后才有后来慢慢什么时候慢慢开始、啊、所以如理思维，以其修相花起家行，生几种福、哦、能够生几种福报，说是予以。世尊，假使有善男子或善女人，依着殊胜了义的言教，修习菩萨的十法行，他所得的福德尽是有几多呢？听闻有听闻的福德，修习有修习的福德，十法行全修各有他的福德，其福德是很多的，故问生己所福。尔时世尊就告圣一生菩萨说了：“圣一生啊，是善男子或者善女人，其所生的福是无量无数啊，难可比喻来知道的啊，难可比喻的。”他说：“吾今为你略说少分呐、啊，给你讲一点点，让你知道啊，好像如爪上的土，但就得你要解头，这个爪上抓一个土。”啊、哦，比喻大地图，我这个抓一个图就等于大地的一切的图啦。好、哦，这样你应该知道、哦，这时候我抓的图的大地的图百分不及一呀、啊，千分也不及一呀、啊，百千分也不及一呀、啊，一数啊，算计比喻什么？乌波尼沙坛啊，好，乌波尼沙坛就是无限无限的无极呀、啊，这无极大了、啊、哈、哦，这无极大的分呢、啊、也不及一呀、啊，或如牛基呀、啊。好像牛鸡中的那张骨哈，还有牛鸡哈，那个脚的那个脚那个踏一个牛鸡呀哈，也要跟那个牛鸡中的水呀、啊，卡达让那卡达没有泥头啊哈，那个水要比四大海的水一样啊去比呀、啊，因为我讲的已经讲到无极了啦。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来讲，这是小儿科嘛。他那牛鸡的中的水要去比四大海水，百分也不及一呀、啊。广说乃是波尼尼沙坛分也不及一呀、啊，不及它的百分之一呀、啊，不及它的一分呐、啊。如是于诸不了义经，但这在很多的不了义经里头，闻以信结，好、哦，闻之后能相信跟理解的话，广说乃至又能够广说到这个境界，以其所修的相而发起家行，这是四家行啊，所获的功德，
彼此所说的了义，彼此所说的了义经教，闻以信解所积的功德，广说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积的功德百分不及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听他的小乘跟大乘的，跟听他的一乘，听了一乘之后所得的功德，跟那个我们在读看他的小乘跟那个时候所说的不了义，他只像牛鸡的水一样。了解他的了义之后呢，就好像四大海水这么大了。啊，一个比喻说，你今麦来讲，讲他无极的哈，那无极来讲，你那个讲的那个不了义，还是一点点的哈。来，啊，这广说乃至于波尼沙尼无限大，分也不及一，说是语矣。说这个话完了之后，好，大家解释一下。当时佛陀回答舍利生菩萨说：“是一生使得由此引发的两善行为，真是无法用数字计算，无法拿比方说明。好比拿手指上的土跟大地上的土相比，前者还不到后者的百分之一，千分之一，十万分之一，乃至无穷大分之一。或者，这就好比牛壁印中的水跟东西南北四大海洋中的水相比。”前者还不及后者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、十万分之一，乃至无穷大分之一。再继续。舍利生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那是在听闻不圆满教法之后，能够对其教法产生信念，乃至于能依其方法展开切实修习，这些人所获得的成果就已经不可思议了。可是他与听闻圆满教法，并按照圆满教法所揭示的方法展开切实修行所获得的佛果相比，还不及他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、十万分之一，乃至无穷大分之一。好，那尔时呢，舍利生菩萨又对佛来说了：“世尊啊，于是解身密法门中啊，这是解身密经嘛，解身密法门中啊，当何名此教？这个名叫什么教？”我当云何奉？我怎么来奉持他？佛就告诉一生菩萨说啦：善男子，此名王善达。善男子，此名圣义了义之教，这个叫做圣义地了义之教。于此圣义跟了义之教，奴当奉持。这个叫圣义的了义，哈，念一下。解生命的法门，佛在前面已详细的说过了，但这法门能诠释教，应当叫做实话。独创者又应怎样的奉持？当今者还不知道，所以都又提出了解释佛陀。佛陀一方面告诉他叫做什么教名，一方面又指示他如何奉持。佛说：“此名圣义了义之教，所以现在中文上面四品名为圣义了义。”好，说此圣义了义教的时候呢，于大威中就有六百千众生，六百千众生就是六十万的哈，六十万的众生的哈。花了什么？六十万众生都花了无上正知正等决心。啊，我要修一乘，那我要修一乘的，因为有很多是小乘大乘的啊。他也花了一乘教，好，他要花这个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这个是三十万哦，后来有的150万的声闻，因为这30万完了之后是大乘的，他发愿成佛了，一乘。那但是150万的声闻远离成垢。他远离了什么一些尘垢，离开我执，他也发菩提心的，他也要发菩提心的。那我听了这个之后，我就发菩提心了。原来呢，我们这么拙劣，所以我们声闻也要发菩提心。所以呢，他都有115万个声闻，也远离尘垢，好发菩提心。于诸法，怎么我看不到？远离尘垢发菩提，于诸法中得到法眼净。什么叫法眼净？不生恶法。法眼净等于他的法眼里头哈没有恶法，就是入于无生法忍。如果法眼净等于我眼看出去物件没有善恶，如果你眼看出去啊，这些善恶你分出来的话，就你心已经掉对吧？但如果法眼的人哦，他清净到的哦，他不但自己内心清净哦，他要不执着哦，我清净你不清净，他不会生这个哦，他包容力很大哦，对不对？他看众生怎样，他也是笑笑的哦。他不会说啊，你有修你没修啊，那他也不起分别哦。他认为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是一乘的哦。他是大众境界，是很圆满的哦，哈。所以说了解这个的话，你就不会说对众生起一个啊上下的分别，就不会了哈。好，那他说这个时候就有这个十五万的声闻，
涌进猪肉心得到解脱，也就得到了这个烦恼解脱，没得到猪肉心也得到解脱了。还有多少？还有七万五千个菩萨，七十岁的七万五千个菩萨得到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就更高了。无生法忍要八地菩萨才有无生法忍。这个时候他对八地菩萨说，这个说完了之后呢，七万五千的这个菩萨、啊、也得到诸法无生，无有丝毫的犹豫，也达到这个境界。哈，可以解释了。依教奉持分，是说信受奉行利益，在生命法会中，有四种能得到殊胜的利益：一、发心胜意，这是众生所得的，60万的众生发起上求下化的无上菩提心来；二、离尘垢意，这是一分声闻得的；30万的声闻远离尘垢得法眼际；三、得解脱意，这也是一分声闻所得的；15万的声闻涌进猪肉心得解脱；四、得无生忍意，这是菩萨所得的；7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。在生命法会中，听佛说生意了一教的有四种能得到他所能得到的圣意：一、发心圣意，这是众生所得的。约有60万的众生听了圣意了一教后，发起上求下化的无上菩提心来；二、离尘垢意，这是一分声闻得的。约有30万的声闻听了圣意了一教后，远离尘垢得法眼净；三、得解脱意，这也是一分声闻所得的。约有15万的声闻涌进猪肉心得解脱；四、得无胜忍意，这是菩萨所得的。约有7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经就到这里啊，第五品已经讲完了。所以说第五品讲完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可见得佛很慈悲，如果说你能了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人就会更圆满，以后你所行都会更圆满。好，到这里哈，先休息10分钟。向老师，请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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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